Uno, dos, tres, cuatro. Apple， 麦喜力，这个楼层不是你负责的。阿丢，阿丢，进前吼，我伫千千玉手吼去烫着伤，阿哥我还雪白的美腿吼嘛去闹着，阿兼贪足侪钱的啊。好佳哉啊，同事吼叫我来代班，我唔才有钱。会当饲我迄破病的老母，经理，我唔才有这个机会，会当来遮替你摒扫你的办公室，要无我若想要看你一面吼，迄个参像牛郎甲织女同款，这样尔困难啊！我唔捌看你穿短裙呢，想袂到今仔看到才知影你的脚底遮尼水。啊，不过房务员的这又是长裤，你若想着要穿短裙来上班，啊，都无法度啊！啊，热天到啊，我那房务员的工课搁遮尼啊粗重，我是惊迄伤闷热吼会破坏我的迄 pH 值啦，所以想讲经理。你若是有听到阮的心声吼，请恁替我基层员工申请迄制服解放啊！你也是换当个原来的短裤啦，啊，那这短裙，就下班才换我看就好啊。歹势啦，经理，是我想过大主大意啊，啊无我即马当个换短裤。哎不，莫遐紧张啦，我也无责怪你的意思啦。你就先留在这做好我，咱这间办公室整理好啊，你才换倒转来啦。啊，是经理。哎呀啦，我都要变成祭品啊！很冰诶，我袂当惊，这是历史性光荣的一刻，我还勇敢打击沙文主义，成为捍卫女城的烈士。希望我的牺牲会当跟农农斗三工，也当跟蔡皮爸脱离性骚扰的苦海。你额头遮细哦，安尼是切袂清气啦。来，我教你，安尼穿哦，这切就重点啦。啊，李经理，莫安尼啦，男女授受不亲呢，那还是保持一点距离好啊。你唔是想要升职？哪里你要更加拍片好好看啊，把你的实力展现出来啊。我是无勇气，吼牺牲遐尼济。惠弟啊，已经落进国啊，达成任务啊。我看我还是紧来选。你讲。啊，经理，莫安尼啦。你莫误会啦，我是看你摒扫摒得认真，今日跋倒，才有后壁甲你扶的。你以后就继续来我办公室摒扫，我会考虑吼，甲你调来公关部门。啊，不过你等下离开了，千万唔通我白讲，啊，无其他员工听到，拢会认为讲好康的是老二哦。啊，好啦，经理，我袂去后白讲啦。啊，即摆有小时间啊，我先出来去啊。